是的，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我喜欢宇佐美。是吗？我能理解，因为他很可爱。什么什么？那个兔子法师也很可爱，一生气就变得暴力的个性也是，有时会露出内裤也是。你病得真不轻。不过，就下定决心跟他说吧。你今天也要去社办吧？对。不用担心，小雨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因为她是个好女孩啊。总之，你要好好加油，内准同学。不好意思，突然把你叫出来。不用在意，因为这个算是紧急状况啊。非常谢谢你听我说这些。不会吧？